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。周老师，你还害怕？还害怕？还害怕？快点起来，到明天，一天啊，是百万，一定要实现，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，到明天。为父公平正义，为父公平正义，反对司法腐败，反对司法腐败，为父公平正义，打倒黑恶势力的反腐败，终于来了一个死忠，跪下。还能大家看一下，把小娃娃都弄上来了，把小娃娃吓得哭。不要我们干死你！哎呀，我也不想干啥子嘛。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就是省人大派了这么多警察过来把我们押上车了，还把八十多岁的老人啊都弄上来了。大家看一下哈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人弄完，他们就用这种方法保护妇女儿童，这算不算侵犯人权？那就是黑恶势力保护伞，我有看到刘虎还在四川。看一下他们就这样保护妇女儿童，你看嘛，我现在我们起来都不晓得，我来把我们弄起来，你看我娃娃那么大的阴影，小朋友没得关系哈，没得关系哈，小朋友没得关系哈，其实他们警官也是没得办法了，受到他们的指令来把我们接起走的。其实他们警官还是害怕，在车上也担心我们，害怕我们受伤害。他们也是没得办法了哈，他们就是人，他们的黑恶势力在利用这些警官来把我们押到那儿去的。